iOS 系统一场无尽的奇遇。iOS 系统让 iPhone 拥有独一无二的魅力。iPhone 这只精巧的设备，经由 iOS 系统的赋予，变得如此与众不同、独一无二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手机系统能够像 iOS 一样，在功能性和美学之间达到如此完美的平衡。让我们一同探索 iOS 系统它如何赋予 iPhone 生命，让这部设备成为人们的终身伴侣。深入了解 iOS 系统。 iOS 全名为 iPhone Operating System， 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作业系统，专为 iPhone 手机设计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稳定性、安全性以及直觉性的使用界面。 iOS 与众不同的美学。 iOS 系统的魅力之一在于其令人难以抗拒的美学，从精致的图示设计到流畅的动画效果，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，让用户在使用 iPhone 时感受到无比的愉悦。苹果公司一直秉持着对于美学的追求，不断创新和改进，使得 iOS 系统的使用者能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宴。 iOS 卓越的稳定性和安全性。当谈到稳定性和安全性时， iOS 系统无疑是独一无二的。苹果公司对于产品的品质有着极高的要求，因此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测试和优化 iOS 系统。这就意味着当你使用 iPhone 时，您可以放心地享受到无与伦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。 iOS 系统的独特功能 Siri， 你的智慧助手。 Siri 作为 iOS 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个智慧助手，可以帮助您处理各种事务。无论您需要查询天气、发送短讯，还是寻找附近的餐厅， Siri 都能为您提供帮助。不仅如此，它还能学习您的使用习惯，并提供个性化的建议和提示，让您的生活更加便捷和高效。 App Store 无穷的可能性。 App Store 是 iOS 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它是一个拥有数百万款应用程式的数位分发平台。无论您对于游戏、社交媒体、生产力工具还是其他任何领域感兴趣， App Store 都能为您提供丰富的选择。您可以通过下载和安装不同的应用程式，将您的 iPhone 客制化成为您独一无二的个人助手。 iMessage 即时通讯的艺术。 iMessage 是 iOS 系统内建的一个即时通讯应用程式，它不仅仅是一个传送文字讯息的工具，您可以使用 iMessage 进行视讯通话、传送照片和影片，甚至还能够与您的朋友分享您最喜爱的动画表情符号。 iMessage 不仅让您保持与亲朋好友的紧密联系，同时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。总结， iOS 系统是一场无尽的奇遇，它赋予了 iPhone 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功能，从其精美的外观到卓越的稳定性和安全性，从智慧助手 Siri 到丰富多彩的 App Store， 从多功能的 iMessage 到更多令人惊艳的功能， iOS 系统总是能够给予用户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无论是从事工作、学习、社交还是娱乐， iOS 系统总能满足您的需求，让您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使用体验。让我们一同追寻 iOS 系统的奇妙之处，并且体验那些只属于 iPhone 的非凡。